国手教学，摆短的动作指导。我先发转不转，你摆俩，我看一下啊。你这跟于和医学的吗？摆短。你看啊，你的摆短是靠舵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很不稳定？有时候比赛摆的特别好，有时候摆的全是半高或者出台，你非常不稳定，因为你舵的太多了，而且你板就在那立着板的。你记住，你摆短你的手腕不要动，你靠肘去摆短，你试一下，肘你手腕不要动，这个手指手腕去控制就可以。哎，对，好一点，不要捅啊，不要捅它，不要捅它，放进去。你看你摆的，你捅它也是不转的，你说你这个加转毫无意义，就是都是不转的。现在的球它摆不了很转，你看你即使捅过来，它也是我该挑还是挑你，知道吧？你只要把弧线控制低了，你发一个，你看我摆短，我学一个你摆短啊。你是去捅它，非常不稳定。我现在要你什么？你看我的手指手腕不动，我只靠肘去控制，你身体和腿要上够，剩下的就是这个靠肘去控制。你看你转的，我同样是这样可以摆，知道吧？这个手指手腕你控制就可以，不要去有幅度，知道吧？你试一下。其实它摆短这个摩擦的感觉非常好，知道吧？你现在就是这个意识你不太懂。哎，你不要再轻一点，不要去剁，放，你试一个放。哎，对对，非常好。你看你打球的感觉其实非常好的，你再就手指手腕再不要动，就是靠肘去控制，你试一下。对。对，你一剁的话，说实话，哎，这个好一点，我老感觉有点危险，你知道吧？好一点，不要去压，你做摆完这个动作不要去压，摆短干净一点，摆完以后不要去做多余的动作。这就差一点下网了，这球肯定下网。新进来的球友，大家点点关注啊！我们每天都有7点钟都准时给大家做教学啊，也会时不时会请来一些前国家队的国手啊，教大家一些自己特别好的技术啊！大家一定要点上关注，不要错过每一天的教学啊！对，不要剁啊！对，还有大家这个生活中能用到这些球板啊、胶皮啊啊，我们这都是有活动的，而且是保质保量啊！看着没有？你能把这个球控制到它不往前走吗？你靠手指手腕是控制不了的。你就像你端一个，假如你端一杯茶，对吧？你是把它伸直了，靠手指手腕，还是它有点晃？这一个杯子很细，你是靠手指手腕调节呢，你还是把它这个用肘为核心，这么去调节呢？对吧？这样是更稳。就像你端一个板，你把它放在指尖，看到没有？你这么伸直了，你这么去，你是控制不了的。我要放在离点近，你看我用肘去控制，我就能控制，看着没有？我用肘去控制，这个离身体近，这个是最稳妥的。我不知道大家能看见吧？我离这儿我是真控制不了，我靠手，知道吧？我放在这儿，我用肘去控制，我就能控制住。所以摆短核心是肘去控制，摆短啊，把球在台的底下碰短的，在台的底下，在台的底下碰，搓，对，在台的底下搓。台子底下，再去台子底下搓。等，对，台子底下给它放上来。你看，放短的。你看，你一搓它就飞。多少了？你看，你一搓它就飞。对，你要靠肘把让它落在板上，给它卸住那个球。靠肘去控制。对，好一点。对，放台子底下，放台子底下。对，你靠肘的这种感觉卸力。对，好一点。对，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就感觉有感觉了吧？哎，你再试一个摆短，靠肘的感觉。你太薄了，摩擦。你太平了。它接触面太小了，它容易打滑。你稍微平一点，然后往上抬一点就行。
对，只要不打滑，你看你都是打滑。对你，你把这个球啊跟拉球一样，时间长一点。你不要，你不要接着球太短了，是时间长一点。哎，哎，对，动作做完再走，就动作放完再走，这摆短不要动，摆完以后不要动啊，不要还原，不要翘，摆完站着不动。对对，别动，就这么摆。你看你的搓球时间是不是变长了？你的搓球时间是不是变长了？有感觉吗？对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对，这种感觉是最好的。你看，漂亮！你的搓球时间变长了。对，不要动啊，不要还原啊。对，动作做完整。对，这个很危险，我发的稍微转一点，你要用肘去控制它，这搓球太快了。还是有点快，对，慢一点，越慢越好，只要不打滑啊。做完动，哎，对，这个好，动作做完，不要去加转，这个球放过来就行。太薄了，你这个太薄了，接触球面大一点。再发一个，你这么薄，你看我也容易打滑，你这么接触面，对吧？你要稍微厚一点。对吧，你要稍微厚一点，把球搓就是放在板上给放过去，接触这面厚一点。擦一下板。哎，这个好。哎，这个是最好的一个。来，又快了，抢快点了，又去捅它了。可以。对，不要去剁，对，放就行。漂亮，漂亮。其实你摆短感觉非常好，就是你记住一点，你只要不要去用手指手腕去剁它，你的问题不大。包括你其实反手击球的感觉都可以的，除了正手可能问题稍微大一点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记住这几点，然后你剩下的时间你慢慢练就可以了，好吧？那今天也别每个技术都教你，消化不了。反正就是这三项技术，你回去慢慢练，一点点一点点练就可以了，你肯定能进步，好吧？那这个希望，也希望下次这个见到你的时候，你能够有一个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进步。